嗱，咁今次呢一個所謂即係狀態變更之前就審批中啦嚇，而家就即係草擬緊啦。咁大家都有個嘅憧憬，就話嚟緊整體一啲更加明確嘅規管啊，或者個規範啊，就會係落地嘅。啊，咁當然就因為點都當係一個好消息炒咧，啊，因為之前啊講緊3月份嘅時候，當陣時啊內地都將嗰個叫做啊國家煙草啊買賣法嘅一個啊即係法案咧，就做一個啊叫做啊即係改變啊，咁啊提出一個徵求意見稿，咁啊當中就入咗條就話咩咧？啊電誒就係電子煙呢啲新型煙草製品咧，都要參照翻啊條例裏邊嘅捲煙嘅有關規定去到執行，咁即係代表住當陣時就大家覺得咧。電子煙嚟緊個規範咧就會好嚴格嘅，啊，直情可能同捲煙咧就睇齊，咁基本上佢個生存空間咧就會低咗好多。咁啊，而家大家就覺得佢有啲新嘅標準啦，啊，因為講緊可能喺一啲尼古丁嘅濃度啊、煙油啊、添加劑等等嘅成分咧，都會有可能有啲唔同嘅地方啦。啊，咁如果你話有一個嘅即係獨特嘅標準，專為電子煙而設，咁而呢啲標準又真係比起捲煙方面係有翻個係寬鬆嘅。啊，咁又或者可能啲其他嘅一啲情況，譬如可能你喺開店買賣啦，一啲推廣宣傳上邊啦，啊都有機會有翻個規範啦。咁大家就起碼叫做有法可依，或者有條例去到跟到，啊就唔係話一刀切咧，去到話即係取替呢一種電子煙產品啦。咁啊，所以即係喺個市場方面嘅解讀咧，就覺得相對正面嘅。啊，同埋因為本身好似斯摩爾呢啲公司，就喺成個行業裏邊都有一定嘅規模啦。啊，咁佢喺嗰個研發嘅能力上面亦都唔錯啦。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嚟緊喺個標準上邊都希望做到替弱留強嘅，啊，即係希望啊嚟緊嗰啲產品咧都係以翻個減害為主啦，啊，即係一啲有害成分盡量係減低，啊，或者你做霧化方面嗰個技術係可以更加高咧，咁就唔係話間間嘅電子煙生產商都做得到噶嘛。啊，如果你本身唔符合個資格嘅，咁你咪被淘汰咯，係咪啲客户咪唔會再幫襯你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斯摩爾本身啊有呢一個嘅水平，有呢一種技術，做得到嘅，咁我相信即係大家會預期佢個市佔率會進一步提升。啊，咁呢方面你見到好似琴晚即係冇新科技啦，啊，即係斯摩爾其中一個大客啦，咁喺美股時段一段一即係一度咧都升成10%嘅，啊，咁可能市場都真係炒緊呢一個 concept，但係炒還炒，啊，因為到最尾啊呢一個所謂國家標準嗰個嘅方案出台嘅時候啊，究竟係咩回事咧？啊，係咪或者大家諗到而家係咁鬆手咧？呢樣嘢就難講嘅，啊，咁所以都係啦，即係如果你話現階段呢啲位買入去咧。都有少少投機成分啊，係咪啊？咁如果你話博啊，嚟緊嗰個監管個規範係唔算話真係好嚴嘅啊，咁市場而家係買緊呢樣嘢嘅話咧，咁你咪跟手炒一段咯。啊，咁但係你問我知唔知道最後個版本點出咧？咁當然一定答你唔知啦，係咪？咁所以你話呢啲位買落去咧，你都預咗係會有風險嘅。係啦，咁啊 Sally 就即刻問咗，佢話佢未有貨嘅，可唔可以入咧？嗱，可唔可以入啊？呢啲問題就難答啊，一定可以入嘅。但問題你入咗之後，你能唔能夠負擔嗰個風險啊？即係萬一嗰個最後嘅方案出到嚟，真係冇大家諗到咁好喎，個股價突然之間跌10%+喎，咁你係咪捱得起咧？係咪？咁所以呢樣嘢你就要問自己嗰個風險承擔能力。如果你話都係一啲進取型投資者，或者你諗住買落去嗰個金額唔係話太大，你都承擔得起嘅損失咧，其實冇問題嘅，你當搏一搏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係純粹一個保守型，係唔想 take 呢一類嘅政策嘅風險咧，咁呢啲股就唔啱你噶啦。係咯。